今天我们要来玩卡皮巴拉狗。这一集呢，我来介绍一下超强的宠物啊，各位，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宠物。我们这边来看一下，我目前宠物都是用川崎宠物，但是你们到达定等级之后，应该也可以开始抽到川崎宠物了，哦，是传说啦。然后我这边还有神话嘛，但是我没有特别练这两只哦，会发现这两只比较好用，为什么呢？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技能啊，这个技能是这个攻击的时候，然后还可以恢复主角攻击力 70% 的生命，这个超强，我觉得这个必练啊。然后后降这个呢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，就是它可以有70%几率把敌人给冰冻，冰冻加恢复效果，这个这两个搭起来还蛮不错的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卡皮巴拉狗有一段时间没拍了哈，然后我的阶段已经到了勇者阶段了。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试试看，这两个宠物到底多强好了。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征程吧。哎 ，Go Go！那技能的话，也许下一集我们再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说。我们先用随便按一个，随便按一个，然后来我们继续看哦。啊，这边很讨厌，我刚刚按到失败哦，还好没有连续两个失败哦，这个不要失败哦，哦失败可恶，是这个有点赌博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理论上应该还是可以过的。我们的宠物很强的，要相信我们的宠物。哎，我们继续战斗，来给你们看哦，有没有？刚刚我一打他之后就会血量，然后等一下他在攻击的时候，他会把怪物给冰冻。来哦，赶快帮我冰冻一下，为什么有点卡、啊？流量回血，瞬间回血，然后哦，他要把他冰冻了，然后我又可以多 A 他一回合，这样子的搭配其实很强，这两个宠物真的一个必练啊！而且像我们这种不花钱的，这两只超重要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继续战斗，来。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回血了，回多少？但那个速度跳有点快，就有没看到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开加倍吧，这边都不重要。来回哦，直接回四分之一个血，是不是超夸张的？快接近100，100K 哎，超夸张！来来来，那我们继续 go go。我们选这个好了 ，go go， 人类精灵获得号角。好，再来战斗，来继续战斗，有没有？等一下就会冰冻起来，把它给冰冻吧。为什么不帮我冰冻？哦，冰冻了，有，这个搭配很漂亮，可以。这边基本上不太可能会输了，这两宠物太强了，哎，一样要赌博。哇，运气不错，哇塞，三个普通攻击伤害被减少了。没关系，哦，攻击有几率几级？这一次运气还不错哦。来下一个，我们遇到哥布林怨魂。那冰冻其实，还可以搭配一些特殊技能，像个有些技能是冰冻之后，让敌人的那个被打到的伤害会比较痛，有这个技能哦。但是我们要运气看一下哦，剑气每集中一名敌人恢复生命，刚好拿这把剑了，我换武器了，所以我们可以选这个获得宝藏。哎，宝藏又有一个诀窍，要选硬牌就好，有没有？很大几率会是大宝藏很棒，对，所以我觉得选一牌，这样子一牌一牌，然后再直接选最后一个，通常获得好东西的几率还蛮高的。最近玩久了，稍微研究出来啊。来 ，BOSS 来了 ，BOSS 又怎么样？只要他不能秒杀我，基本上我不可能会输。来，你们看我血量样被这样扣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像很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要回血了，还要把他冰冻。把他冰冻之后，等一下小飞将要帮我打，然后我血量就可以回满了。来啊、哦，有没有接近回满了，然后又冰冻他了，再多 A 一回合，他的怒气就没有办法回满，然后我就可以办法苟着，有没有？又继续苟着了，感觉这回合有可能会输吗？应该不会，苟住啊，苟住了，小飞象你很猛，小飞象无敌，是不是？所以选会回血量的宠物超重要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会选飞刀。来，我们选飞刀吧，我蛮喜欢飞刀的，有个来，开宝箱啊、哦！哇，剑气变超级剑气耶，那感觉这两个其实都可以卷啦、啊。
因为我刚刚见 key 卷蛮多个，不然好啦，我们还是回真命好了。真命狗的比较重要啊，我也有小飞象，会比较硬一点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继续喽。来，落单个哥布林又怎么样？哥布林不可能打死我吧？哥布林，赶快下去啦！下去了，哥布林，不要再坑了。哦，感觉我障碍真的不够高哎，我感觉我障碍不够高，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。哎，给他技能就是吸血，我不太需要吸血啦，那我们换一下技能好了。来，整个技能，哇塞，这样反而不错哎。我可以捡飞刀，障碍加6%，那后面我们就可以大量卷飞刀技能就好了。哇！我看那个连续 combo 超拽，啊，这一颗大骨头再见了，不可能打死我一个，再见了，可以，然后铜金整理好了，那就血美和维和召唤一把光枪，遇到了精英战单，来吧，狗气好一点，哦，这个漂亮。这个是可以用的，哇！飞刀每回1%，漂亮，我无敌了，怒气继续又加个盾牌哦，蛮硬的哦，有伤害又有硬哦，可以，来战斗，这回合感觉我可以把这里给带走了，不要疼了，下去吧你，可以，他挂了。哈哈，打我不痛不痒，开个大招也没意义啊！啊，又有另外一个了，这一个也是可以的。现在唯一的可惜就是啊，我的伤害不够高，我现在没办法秒杀哦，有点可惜。后面看看我们可以多腾一下那个攻击啊！来，哥哥，帮助他可以加攻击五趴，然后来，我们可以。让我们一个技能增加9%伤害耶，每两回合其实一定要选这个啦，因为只有一个那个传说技能哦。来，我们另选它。啊，这个暴雨又怎么样？我飞到伤害超痛，他不可能打死我吧？不可能。然后我又有那个怒气盾牌怎么的？来哦。哇塞！你们看，他连我的血量都没有打掉，太弱了！哎，准备下去了！可以！哦，有这个怒气飞刀，怒气飞刀超好用，我们这样子可以连续打怒气哦。然后技能的话，飞刀可以连续这两只哎 ！Oh my god， 这两个技能都还不错，但是我可能会选这个。因为刚刚就选飞刀流，那我们这一波就把所有的飞刀流都给他往后往慢。哎，这个不要季节，那我有时候给的技能也蛮烂的，不一定每次都要那个跟他交易哦。OK， 好嘞，感觉有看。哇，我画面真的有点卡卡的，但是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开啊，奇怪。还是刚刚我跑酷王听他有那个走机游戏。飞刀真绝臭扣，但是没办法触发提卡效果，这个我是不会选的，他没有办法触发提卡效果，所以这两个技能其实都可以选，我们就点这个好了，但是后面要尽量注意一下连击方面的技能，哪一个直接继续生命就好了，因为我有小飞象，我的血量基本上不可能就是一直减少，有没有就快回满了啊，哇，这个有猛，我看那个飞刀大概是连续这5-6发吧，超可，他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啊，来，幸运当然又来了，来试试看 ，Go， 哇哦，这个其实对我没用，因为我没有中毒技能，来再选一个，哇，飞刀逐渐增加耶，同一回合就超强，这个我不可能会煮啊，绝对不可能，超可获得一个超强的技能，
被到账上推荐增加，来试试看。没有炸太给我看啊，蛋蛋区有慢慢增加，蛋蛋区有慢慢增加，蛋区要秒杀，不太可能。啊，有有有，很痛哦，很痛哦，完美了，完美了啊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，我现在超强。哇，中毒个被盗也来了，然后中毒伤害又增加，蛋壳趴，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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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敌啊无敌啊！我这背刀就可以靠耳钉哎，有没有？哇，超痛哎、欸！我背刀靠多把个啦。魔王哥塔，看看可不可以领悟成功，领悟一个狂多技能吧。啊，没有了，但是光击派也不错，漂亮。走喽，哦，又可以那个提升个技能了。那一定是选中间这个啊，狂多个技能。来喽，哦，打 BOSS 了，打 BOSS 也不可能会输，看一下这个伤害，漂亮，我个飞刀好像。最早这的七八把吧，感觉有十把哎、欸。然后哦哦，怒气提升有没有？我现在怒气回超快，哇，每一回合都可以打一次怒气，就超强的啦。不过我再说，我超猛，哇 ，BOSS 再见，你打不赢我啊！大概各位应该有发现是宠物比较重要吧，一开始我差点被那个小 BOSS 给打死了，是我的宠物跟那个小飞象跟这个叫什么狐狸吧，然后就把冰冻然后又回血什么的，拖长那个回血量啊，超猛各位啊，这个有些宠物我可以先练，不一定要练神话，我觉得这两只就够用了。我们那个其他两个神话宠物其实哎呦这个普普通通，看一下像这个啊，它是受到伤害增加15%，我觉得辅助战的意义不大，对，这个也是全部都是伤害加强，但是我们不太需要加强，我们要过关嘛，所以我们就选这种冰冻跟回血的，他目前就有个两只有冰冻跟回血，所以这两只看到了直接练就好了。OK， 那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这一集喽。那我们下一集我们再看要讲解什么。那我们下期见，各位，拜拜。